向团体卫教啊，跟他们说明说回国的一些检疫的规范，还有大家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。讲完哈，对，半分钟一分钟再往前送的时候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有发烧的旅客会带到这边来，留下裁剪。裁剪的话看轻症重症，重只要呼吸道症状比较严重的，我们不在这边裁剪，直接送小港医院比较近。加码的裁剪有。放那个孩子在这边，好像鼓励他们去上厕所，放在那边，你会要用的话，他就可以从外面进去。但是这个地方哈，就是我们检疫的审单呐、啊，它包括拘检的那个我们电子围篱的启发，都是靠这个第一关，就是会有人。他、啊、前面也有写，前面那个也有写啊，所以前面您看那边就有14+0+7，哎对，应该就对，啊现在最多到目前为止最多大概30-40个，然后我们估计说如果说最多青春最都是站着啊，旅客站着的话，我说隔板太低了。所以至少就要加高，跟中华电信一样高，好、哦。他、啊、那个椅子都有在抽清香。半信卡，轮子喷销之后，稍微往前推，因为有的会在覆盖，有的会在底下，往前推一点点，就把它贴起来，都不让它用。但是后面有感应式的。啊，这个他们用到次氯酸水喷过之后才会再做清消。他没用。对，要处理完之后，手部一定要清消。第二个，旅客会去按指纹，那个指纹机。对，没错，我也有好。